即将于4月15号上映的新片《纽约纽约》中，阮经天首度携手文艺女神杜鹃，演绎了一段以上世纪90年代出国热潮为背景的爱恨纠葛。你让我瞧不起你。我在纽约有份啥呀？是的，骗子。我送你来的，我带你回去。戏里相互较劲的俩人，戏外却是无比有爱，都是模特出身，一起来段台步，想必一定很美。人生里面有很多好生气，但是你还是要微笑，你继续保持微笑。我说阮经天，你也别瞎嘚瑟了，人家老戏骨苗侨伟前脚刚叮嘱过三哥嘛，啊，千万不能叫我三叔啊。我们广东人一叫三叔呢就很好笑，三叔三叔就不好听的，永远叫我三哥好了啊，别叫我三叔啊。后脚你就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当真不是来卖萌的吗？我觉得跟三叔合作，我觉得